开始。再换一个动作好不好？左边开始，视线慢慢的往中间，来，再往右边。能够捕捉到今天燕姿在这边举行快闪活动的这个照片。有一段时间没有唱歌，然后就是去玩，然后去休息，去度假，然后我就是在准备下一个演唱会的一些就是对一些前置的作业这样准备。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唱这首歌，有点慌神这样子。演唱会其实今年就是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那只是比较可惜是没有带来台北，可是起码希望说那个单曲带来这边大家会喜欢。OK。